这些吃东西嘞。啊！这臭不干净，脏得很，脏得脏得脏得很。来哈，脏得很。嗯，很多网友一直说我们待在家里面啊，我现在就要决定出趟远门，因为道哥和磊哥啊，我们这次要去深圳，我也出去见识一下啊，因为毕竟一直待在家里面，这段时间也不怎么忙了，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啊。但是这次听道哥他们说好东西特别多啊，9月20不是22号就是23号会直播啊，我们提前上去看一下。说真的，我其实当时就很想跟道哥他们出去啊，因为前段时间家里面神龙机这些没弄在正轨啊，现在基本上走上正轨了，所以说出去跑一跑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。这段时间就要辛苦在家的橘子妈他们大白他们了啊。哪件不弄啊？嗯，多带一套嘛。哎，你去放宽。嗯。我们是今天晚上就到深圳去啊。哇，是吧？该用的。嗯。你们昨天就没出远门呢。嗯。还有身份证啊那些啥子么子，没拿好嘛一天。嗯，拿车辆拿嘛。真是把娃娃带好。要你教你是。悲伤了我的心啊。送人。出去。别个你去去包包，哎呀，哪有啥嘛？好了，大哥，我们先去县城给大哥和磊哥他们汇合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，等一下三台见。我们现在出发三台啊，去跟道哥、磊哥汇合啊，三台见。再去一个地方。现在到县城了啊，现在到文学店这里，这走了，嘿，来了，啊，对，来，今天我们新衣服，你买的新衣服啊？40块钱，哪个专门买了件新衣服啊？是他嘛？他是摆摊的，他是卖月饼出去，吃一个嘛，可以，好吃，有几种味道。走了，我们现在先去吃个饭，我们就出发了啊。怎么？我们现在吃个饭，我们就出发了啊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吃饭了啊。是的，等一下出发。我们现在饭吃完了啊，马上叫了个车，马上就到机场去。现在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啊，我们现在去取票。现在登机牌拿到了，我们就深圳见了，朋友们，深圳见，拜拜。